起来了，昨晚上3点才睡，今早上8点钟这快递咣咣咣敲我家门，就把我给吵醒了。我老公在厨房做饭，看这勺颠的，炒的圆白菜。看好就圆白菜。我咋就颠不起来这勺呢？你说。多练练就好了。我这手上没劲儿，感觉。我先喝杯咖啡，一会儿叫我康把饭做好了，我们就吃饭了。今天可能还得去给我儿子配眼镜呢。瞧我老公这西红柿鸡蛋炒的，这厨房里边跟那个着火了，这弄多大火候啊！抽油烟机不太好，这风一吹一全吹着屋里了，出不去。出锅叫儿子吃饭吧。他洗漱呢，我把菜先端过去了啊。洋洋洗好了就过来吃饭了啊。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。白灼进来，倒点松鲜鲜酱油，这样倒上就行了。好，赶紧吃吧，吃完饭一会儿给儿子配个眼镜去吧。嗯，一会儿我先跟那个医院那边的人联系一下，给你也吃个维 C。 啊，这成天不是打喷嚏就流鼻涕的，补充一下维生素。你老忘了吃。嗯，吃个辣的吧，就那个中辣的就行。哎，就这个中辣的那个。嗯，我儿子也特爱吃这个，这两片鸡软的两天就吃没了。感觉那个魔鬼辣的也不咋样。嗯，你说这芥蓝挺好吃的。嗯，这个芥蓝便宜，5块钱4板，今天我们做了2板。这么便宜啊。嗯，那以后青菜咱就买芥蓝吃得了。嗯，我去早市买点菜去啊，你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嗯，买啥菜呀？买点芥蓝，买点土豆啥的。行啊。嗯，今天北京天气还挺好的，看外面好像没有风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在北京租房还贷的生活。